快一点，我开始了，你等一下，还等一下，转过来。对，来，叔叔问一下，国语名字叫什么？国语啊。国语胡凯辰。胡凯辰。对。胡还是虎？虎。古月虎啊。对。凯呢？凯，凯旋门的凯。辰呢？辰。上面一个日。然后呢？下面一个成功的成。哦，胡凯辰哈，几岁？十一。十一岁哈，现在要升几年级？六年级。哦，五年级升六年级哈。念哪个国小？康乐国小。康乐国小住哪一个村？康乐村。然后爸爸妈妈是哪一组？他有个组。爸爸跟妈妈都是吗？对。那妈妈是哪边的德鲁古？妈妈是哪边的德鲁古？上次在桃浦阁那个是哪里？我不知道。是你们亲戚啊？对。那个什么嘉湾那个是你的外婆还是奶奶？嘉湾是外婆。妈妈的妈妈是？对。那爸，你奶奶住哪里？奶奶，梨山。啊？梨山。梨山。你的爸爸是泰雅族啊？没有，我爸爸是泰鲁格族，是我外婆搬到那边住。奶奶搬到那边住、啊？对。他怎么会搬到梨山住？梨山呐、啊？不知道。大同乡那个梨山呢、啊？对。哎、欸，有种那个很多水梨那个梨山、啊。对。好，那爸妈都是泰鲁格族哈、哦。嗯。那爷爷奶奶外婆外公都是泰鲁格吗 ？Yeah。哦，好。那你有没有泰鲁格名字？没有。忘记了是吧？对。有还是没有还是忘记？没有。没有吗？真的是没有。没有。因为我妈没有告诉我。哦。那个叔叔问一下，那你现在住康乐村哈、哦、？Yeah。那叔叔问一点母语哈、哦。嗯。会你就讲，不会就是不会哈、哦。好。哦，头不要太低哈、哦，看着你。那个妈妈怎么讲？妈妈，没教过。怎么讲？你们学校母语课几年级开始教？母语课几年级开始教？三级。有没有一年级？一年级就开始教。嗯。好，不会就是不会哈、哦。嗯。妈妈不会讲哈、哦。不会。爸爸。不会。不要故意哦。会就讲，不要说不会不会。真的不会。真不会。阿公。阿公。不会。你是美国人吗？不是。那怎么完全不会讲？阿嬷来。不会。男生。哎、欸，等一下，阿嬷，罗丹呢、啊？不对，罗丹是老。等一下，八姨。阿公呢？阿公是 ，Bucky 哦，不对。对啊。Bucky。妈妈不会讲。妈妈什么？不会哈，好来，老人怎么讲？罗丹。小孩子。小孩子。哦，那个。哎，我记得那个小孩，不对，等一下，小孩，你就是失忆症哈？什么？你失忆症的？对，我有点忘记。在路上到处晃来晃去，拉杆？哎，不对，拉，没错，只是音不太对。对，拉什么？不知道。什么叫 lucky？ 我的 lucky。好，那个，那我问一下，眼睛。多俩。鼻子。不知道。嘴巴。够啊。牙齿。不知道。舌头。不知道。耳朵。他都忘记了。头怎么讲头？真的。头发，蛇娃呀，嘟嘟，哎不对，蛇娃呀，嘟嘟呢，不对，什么？不熟哈、哦，好来，你现在那个嘴巴上面开始慢慢长了那个胡子，胡子怎么讲？不会。啊？不会。眉毛。不会。眼泪会不会？不会。鼻涕。不会。口水不会，手怎么讲手？嘎嘎。脚怎么讲？不会就说不会就跳过。不会。那个肚子不会。屁股不会。屁股不会讲。等一下，我有些都不会讲。那个指甲会不会讲？
不会。好，那个什么，我问动物哈，猪、马尾、狗、猴顶、牛、嘎金、鸡、鸡哦。我都是问生活看得到的东西哦，鸡。嗯，不知道。你不是常吃鸡肉、烤鸡肉对不对？欸，家里都有养鸡，你不会讲哦？没讲，我没养过鸡，好不好？我不知道。那个鸭子会不会？不会。好，来蛇。蛇会吧，常听到吧。蛇不会。那个老鼠不会。山猪会不会？不会呀。飞鼠不会。三枪三羊不会，几乎都不会。鱼不会。螃蟹虾子不会不会不会。小鸟不会。蝴蝶不会。蚯蚓不会。好，来那个菜会不会讲菜？统称菜。饭会不会讲？饭。吃饭怎么讲？饭。那个饭啊，不会。洗澡。不会。睡觉。不会。睡觉，你跟我说不会讲。怎么讲嘛？你妈妈都没教你睡觉讲母语吗？我太久都没学了。啊那个很热，有吧？很热会又忘了哈。等一下，打乳啊？不对，好像是你没错。打乳，对不对？发音有点不标准。打乳，好像是很冷呢。squee 对啊，很好啊。那个肚子很饿怎么讲？不会。吃饱了怎么讲？太多了不会。所以很生活简单的用语哦。不会就是不会，你不要有压力，就是不会就好了哈。会的话你就讲出来分享就好了。唱歌。不会。跳舞。嘻嘻啊。那跳舞呢？跳舞。不会。织布。什么？德鲁古不是那个织布？织布怎么讲？没学过。那个老人家脸上那个纹面。基督哦、啊，不对，那基督是皮，那个嘎雅，嘎雅，你再回去问妈妈哈。啊，不要，我不会。没关系，讲，不要怕讲错，你就讲讲看就对了。到时候你不会的，回去再问妈妈就好了。衣服不会。那个好，那个鸡会有大便对不对？大便可以当肥料嘛？那个大便怎么讲？大便你都不会讲，太难了。大便不会讲吗？很少学。小号怎么讲？上小号。不会。大号。不会。很痛怎么讲？踢到。阿开。对对啊。那叔叔没有问到的，你会讲的有哪些单字？德鲁古单字。会讲的、哦。对，一个字一个字都没有关系。格木有。什么意思？下雨。哦，还有呢？很好。哦，对，那个水怎么讲？水。不会。太阳。一岛。黑岛还是一岛？黑岛。一岛是什么？我不知道。是饭的。一岛。饭吗？吃饭怎么讲？我不会。哦，那个风怎么讲？风。也不会。做梦。不会。好，那你再想看你会讲什么呢？基督。什么意思？琵琶。啊？琵琶，基督。琵琶。你说水果还是什么？水果。还是乐器？水果。怎么念？基督。基督哦。地瓜怎么讲？地瓜。地瓜会了吧？不仅。不会。地瓜叫什么？不会。地瓜是不是叫蹦啊？嗯。还有没有？再想一点点。还有，莲雾。那什么？莲雾。还有呢。然后，书包。书包是什么？苹果。还有呢？没有了。还有没有？没有。不要把名片丢地上哈你。可以放心。还没想到。没了。
木头？不会。石头呢？不会。火会不会讲火？不会。肉？不会。不会吗？骨头？杀猪会流那个血，血怎么讲？不会。你会不会想把德鲁古话学好？会。真的吗？想。只是想而已。超想的。为什么？为什么想把它学好？因为太难了。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学吗？会。那为什么想学？动机是什么？有没有动机？有。什么动机？参加比赛。还有呢？就这样。参加比赛？你有比赛过吗？母语？没有。为什么想参加比赛？让老师开心啊。让老师开心。我们的母语老师。母语老师人很好的。嗯。母语老师是哪一村呢？在同门那边。同门母语老师叫什么？许玉春老师。许玉春呢、啊？许玉春老师。言无许还是双人许？双人许。玉佩的玉吗？对对对。春天的春吗？那母语老师的德鲁古名字叫什么？忘记了，太久。那母语老师有很认真的教你们吗？他是用欢乐的那种把他。那你上母语课开不开心？开心啊。那你怎么都没有记下来？不是，太难记了、啊。你有做笔记吗？有啊。你有用录音机、录音笔把它录下来吗？怎么太害什么东西呀、啊？你那个有没有 MP3？ 没有。都没有啊，可以存钱买一个，几百块就有了。嗯。那那个什么，你有没有跟你的外婆叫什么名字？德鲁古名字？洪文。不是呢，嘉湾那个外婆。那个山寨那个洪文啊。嘉湾那个是你的谁？阿姨哦。有三个阿姨在那边嘛，一个外婆，嘉湾呢。那个一百是你的谁？一百。哦，一百是那个我姑婆。哦，姑婆。对。你外婆是山寨的。对对对。我妈妈是山寨人。以前是山寨人。哦，你外婆叫什么？我外婆叫。德鲁古名字。洪文。洪文。洪文。国语名字呢？那个邱氏女。邱什么？邱氏女。哪个氏？氏。就是四的四，一二三四的四，对对对，女生的女啊，对，邱四女啊，外婆现在几岁？五十几吧，啊，这么年轻啊，55、56吧，很年轻呢，住山站哦，对，布拉丹那边啊，没有，布拉丹再下来一点，有一个小小小的，那个、有张振良那边，哦，诊所那边的邱四女啊，对。那你外公也在那边吗？对，没有，外公过世。哦，哦，那个什么，你后来国小毕业要念什么？念什么？不知道。不是国中吗？国中。国中毕业要念什么？国中、高中。对，高中毕业呢？大学。大学毕业呢？学士。学士就是大学啊。大学毕业要念什么？出社会。演什么？研什么？研究所。哦，研究所。那假如研究所毕业还可以念什么？还可以念法律系。博士，有没有？那你以后想做什么？理想？当个母语老师。当什么？母语老师。母语老师嘞，你这个母语都不会，你都没认真学。你刚刚在路上给我瞎晃哈。嗯。白天为什么？你怎么不去找部落那个会讲母语的老师？那个阿姨、阿姨叔叔问呢、啊？不是部落很多吗？那问一下，学校几个母语老师？一个。部落几个？哪个部落？你知道的部落，嘉湾的部落几个？大概。我都不知道。那你比较熟哪一个部落？那应该就是那个山寨那边的、啊。那你有知道山寨有几个母语老师吗？他们没有母语老师。好，来，部落有没有很多大人？蛮多的。有没有很多老人？也蛮多的。有没有很多大人跟老人会讲母语？
吵架的时候会讲。吵架的时候会讲。然后一般也会讲。对，那他们会讲嘛？哈，很多会讲，对。那他们，你认为他们算不算母语老师？那个要亲，那个要。你认为他们算不算母语老师？应该有母语老师的执照才算吧。嗯？应该有母语老师的执照才算。然后，叔叔跟你讲吼，那个原住民以前有没有文字？罗马拼音啊。有没有？以前有没有？有。以前哪有？罗马拼音是国外用国外的那个罗马字去拼出来的母语啊。哦。以前原住民是没有文字的嘛，对不对？对啊。那是不是用讲的、用听的，对不对？那部落那些是不是会讲会听？嗯。那他们算不算母语老师？算，算应该有些会，有些不会的话，那应该确实不算。会的算不算？会的算。对啊，所以是不是很多？嗯。那你是不是可以用嘴巴问？对。对啊，同门老师很远，你没有办法，下课就没办法问了嘛。嗯。你康乐也有一些德鲁古，对不对？没有。你一个姨什么姨婆？姨婆。姨婆在嘉湾吗？对啊。是不是那边都嘉湾？是不是都几乎是德鲁古？对啊。那是不是都可以问？嗯。你打电话也可以问啊。我不知道。问啊，自己要主动学习啊，啊，嗯，老师上课都忘光光，你还不自己主动问、啊？你不是说你想学好母语？嗯。那假如一个老人家教你母语太多太难，你一时记不下来，你要怎么把它记下来？有什么方法？抄啊。抄？那怎么抄？拿一支笔，拿一支。你会拼音吗？会啊。每个字都会拼吗？不太会了。不太会，那你要用什么方法拼？嗯。有没有？有，知道。会不会？会。你就用国语波波猫先暂时拼相近的音就可以了，懂不懂？那另外那个什么或 A B C 自己拼嘛。嗯。懂不懂？懂。你只要拼，你自己写看得懂会念就好了。对。那个什么，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记录下来？那个方法？大人教你的母语，你如果一时除了用写的，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上网查吧。没有说，假如在部落老人家教你的话，你怎么当场把它记下来？当场？嗯。你眼前不就有一个机器？这是什么东西？我手上这是什么？啊，录摄影机啊。对啊，是不是马上可以录下来？对。你又可以回家一直放在电脑重听啊，嗯、然后把它转成声音档，放在 MP3 一直听啊。哦。这个是录影机，来看这边是不是有影像？嗯。哦，还有一个是什么？录声音的叫什么？那个录声音的录音笔。对，录影机哈、哦，跟录音笔。像现在那个还有一个是有些相机或者是手机是不是都有录影跟录音的功能、嗯、你可以拿来录啊，你可以叫妈妈买一支录音笔啊，简单的，或者是那个阳春的手机有录音功能的、啊、不要给你插卡就好，你可以拿它的功能来录音嘛。好，懂不懂？好，你就自己会可以学啊那你存在那个 MP3 就可以一直听啊。嗯，懂不懂？那你以后的志向是当什么？志向？你说要当母语老师啊？嗯。那你有没有认真念书？当老师功课要很好呢。没有。啊？为什么不认真念书？爸爸妈妈把你生得那么帅、啊？没有，太。你看，你有好手好脚的，又长得这么帅。太。为什么不好好念书？太严肃了。什么太严肃了？对我们太严肃了。谁？老师们。什么太严肃啊？你去台北看看，你有没有去看过台北学校？你们这边应该是很轻松哎。你要认真啊，你不要每天玩啊，是不是啊？嗯。你说花莲市有些大学校，像那个什么筑强国小，很多国小都管得很严呢、啊。嗯。哦，是不是啊？嗯。你是在部落太轻松了这样。哈哈。嗯，你不要学坏了啊。
有的台北有的学校一个年级20几个班呢，人很多呢，很竞争哦。你暑假都在忙什么？忙着玩。玩什么？就是背东西出来。你不会看书吗？不会。你不会？为什么不会？你爸爸在辛苦的工作，你怎么不看书？不想看、啊。你以后要干嘛？钉板模。还是要种菜？不要。还是要开卡车开怪手？不要。那你想做什么？做老师你要念书啊，或是考电脑工程师？你嘴巴讲那么轻松，电脑工程师，你还不念书啊？啊，你要认真啊！你上网都有没有查资料？什么叫电脑工程师？要学什么？不知道。要查、啊。你妈妈是不是也在工作？对啊。那爸妈都在工作养你，你还这么懒呢、啊？啊，你看，你们家只有你两兄弟吗？对。那你母语现在6年级都还不太行哈、哦？嗯。好啊，中场休息一下。已经拍几分钟了？还没，快结束了，快结束了。叔叔出去7天拍很累，好不好？刚好碰到你，找你很久了。你回来的时候问叔叔。我还是问妈妈说可不可以去你们家录。好啊。录你弟弟。嗯。啊，录母语。他不会。不是，叫妈妈在旁边教。妈妈讲一句，弟弟跟着这样照着念一句。好。好，爸爸晚上会在家嘛？哈。会。你跟爸爸讲。但是爸爸会，爸爸是在睡觉，他不会起来。就是跟爸爸和妈妈讲一下。嗯。你们家住？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在讲。再问一下哈，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啊，随机应变啊。嗯。随机应变。好，来，叔叔来问，叔叔问一点，你的数学好不好？不好。国语。还好。成语听得懂吗？成语。嗯。叔叔。OK。叔叔抽问成语哈。好啊。那个你要解释哦。嗯。那个沉鱼落雁。形容一个女生很漂亮。那沉鱼落雁这4个字是讲什么东西？它的意思是指美女，女生很漂亮哈。沉鱼是什么？什么沉鱼？沉鱼2个字怎么写？沉鱼2个字？嗯。什么沉鱼2个字？沉鱼落雁啊，那4个字怎么写？沉鱼。会不会写？不会。叫落雁。落雁怎么写？就是落下来的落。嗯。然后。雁，这样，上面，然后2个嘛，然后再吹。嗯，那落雁是什么意思？落雁，就像，哦，不会。你怎么知道成语落雁的意思？教过。哦，那个南辕北辙什么意思？南辕北辙。嗯。南方军有那个资源，然后。北京车队没有啦，乱拍的。知不知道意思？不知道。那个，见贤思齐什么意思？不知道。见贤思齐。不知道。这么简单，你跟我故意讲不知道、嗯？快点。不知道。破釜沉舟。破釜沉舟。你玩那个《三国志》的游戏，应该听过这句成语吧？破釜沉舟。嗯。不知道。背水一战。打仗的意思。那你会什么成语？念几句来给我听，比较有深，你觉得比较难的。三寸不烂之舌。4个字的成语了。哦。4个字。山崩地裂，天崩地裂，啊，山崩地裂，好，再来一个，天经地义，嗯，好，再来一个，然后难一点的啦，你觉得比较有深度的，花言巧语，花言巧语哦，那比较励志性的成语有没有？什么励志？就是鼓励人向上的成语有没有？鼓励人向上，嗯，向上。步步高升，哎、欸，很好，再来。然后你很聪明嘛你？
步步高升，然后再接再厉。很好，不错啊。你是可以念书的啊，你为什么不念书？啊，弟弟，你有没有带他念书？还是都找他出去玩？有没有一起去图书馆？会不会好好念书？会。你觉得自己聪不聪明？聪明，懂不懂？你要努力，聪明加努力，懂不懂？好。你没有残缺啊，你看你这好手好脚的，对不对？嗯。帅不帅？自己觉得帅不帅？帅。应该很多女生追你哈？没有。还是收到很多情书？没有。你是收到太多情书不想念书是吧？没有。啊，看情书都看不完就不想念书了。要念书哈。好。我那时候碰到你们是几？我碰到你在那个 The Bogo 那边是你是几年级？四年级吧。我现在升六年级了，一年多了哈。我还有在那个集美运动会碰到你吗？嗯。等一下，叔叔照一张，要放网路上哈。我。有啊，我一定要照一下。好。会不会唱一点母语歌？一点点就好了，会哈，来一点点，快点。我想想想，教的我太多手了。你是你们学校最帅的小男生吧？没有。还有比你更帅的吗？有。谁？哪一个？不能讲。讲不出来的吗？嗯。不是你吗？来唱一首，快点。一段就好，不用整首了。啊、哦。一段。像哦。要看镜头哦。嗯。再唱、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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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你没有吃槟榔哈、哦？没有。不可以喝酒哈、啊。好了。你不要国中被人家拉去喝酒刺青哈、啊。你们洗脑。哎，而、啊、你会讲这句吗？对啊。不要喝酒怎么讲？不要喝酒。不要喝酒。呀，洗脑。嗯。哦，那母语歌小学有教的，唱一点点。嗯。林飞啥有那个？啊，好了，预备开始。哎呀，先做心理准备。嗯。林飞啥啦哟，林飞啥啦哟，不会了。谁教你沙拉油的？不是苏拉油吗？对啊。怎么会变沙拉油？没有，中我有谐音。啊、哦！再一点点，快点。不行了啦。那不然唱流行歌。没有。天后啦，我是一只小小鸟，或什么都可以。一小段就好，有没有别人都你同学啊 ？No. 快一点，一小段就好。哦、no. 做个结尾嘛。不会，嗯，不会，很少会听。不会啊。那晚上你爸爸妈妈几点回来？我妈三点多。爸爸嘞？八点多。你那个问妈妈一下，哎，弟弟几点下课？三点多。你跟妈妈讲说，那个方不方便去你们家院子拍你弟弟母语十分钟就好？我们家哪里有院子啊？门口也可以啊，或者是你们家客厅都可以。好了啦，就拍十分钟。嗯，拍你那个弟弟，你弟弟叫胡什么？胡凯文。胡凯文，你叫胡凯成的。对。那下次我再录你新的母语哈。哎，不用了啦。你准备几首歌哦？你会不会跳舞？不会。嗯。不会。英文好不好？不好。我问一点单字哈，男生怎么讲 ？boy 怎么念 ？boy。女生呢？对啊。太阳。太阳不会。嗯，水。水有教过吧？不会。学校怎么讲？不会。你是不真的不会讲，还不会？真的不会。那你英文都考几分？英文哦，一两分。没有。我去问你们老师哈，你给我一两分呢。八十七。那很好啊，那怎么不会？抄的。那个数学好不好？
就跟你讲不好吗？你数学都考几分？五年级。数学40-50分。乘法、除法不会啊？80啊，讲错了，80多分。那很好啊。那以后想当老师是？不想。你刚刚不是说改变心意了？啊，你是很花心的。嗯。今天追一个，明天又追一个。嗯。真的吗？对。你怎么讲话颠颠倒倒的？你没有早上偷喝酒哈？没有啦。那你暑假作业写完了没？没有。还没写完，不是要开学了？对啊。很多吗？很多。你知道叔叔现在录你几分钟了吗？20几分钟了。半小时。好，要好，剩一分钟结束，结束。嗯。那叔叔要问你妈妈哦，跟爸爸哦。嗯。那个叔叔到时候去录你跟你弟弟母语啊。好。妈妈会讲母语哈、哦。会。那我可以请，就是拍妈妈教你们母语的那个画面就好了。不要啦，拍我弟弟就好了。没有，就是妈妈讲一句，你照着念一句、啊。不要。比方说，树上有一只绿色的小鸟，你会不会讲？我刚刚是问单字哦，我现在是讲一句话。不会。门口有一只白色的大狗。不会。外婆也养一只很肥很大的猪，会不会讲？不会。对啊，我要讲的是这个啊，就是妈妈示范一句，你就照着念。嗯。可以吧？可以。不要丢我的名片。啊。那要加油哈。好。等一下，叔叔要照一张相哈。好。那个德鲁古话谢谢该怎么讲？谢谢。再见。不会啊，不对。什么什么什么？不会啊、哦，是什么？那下去问哈。嗯。再问一下哈、哦，国小毕业要念什么？国中。国中毕业。高中。高中毕业。大学。大学毕业。研究所。研究所毕业。嗯。博士。哦，很好哦。以后会念到哪个？会念到大？会念大学吗？还饿了，要念哦。听到没有？要念大学哈。嗯。研究所就在看情况。会不会想当军人、公务员或老师，或者是那个警察？再看看。要准备功课啊，不是你想考，到时候考得上。好的。好嘞，等一下去哪里玩？不知道。你有跑不会有常跑网咖吗？没有啦。没有、哦。那你这样白天都到处晃来晃去啊？嗯。那你这样白天都在哪里？这边附近晃来晃去、啊。嗯。那不会在家里看书啊？不会。那也不会学母语啊？你不是说不会？不是说很想把母语学好？嗯。还是要找那个陈玉梅啊、哦，还陈玉兰。徐玉兰呢、啊？徐玉春老师。哦，徐玉春老师啊，他住同门呢、啊。嗯。好，下次去找他哈。好，再见。什么？好，再见呢？再见。你身上没有刺青啊、哦？现在说看不是。有没有刺青？有。有吗？哪里？背。真的吗？嗯。你真的有刺吗？痛，知道吗？我这要放在网络上的，你不能乱讲。没有了，没有了。等下叔叔就回去弄了哈，放在网络上了。哎呀，好可怕。那下次要录你新的母语哦。好。哦。嗯。胡凯辰哈。对。爸妈都是德鲁古哈。呀。你弟弟现在会讲话了哈。会。他还是会跳舞吗？他好像听到音乐都喜欢跳舞、哦。嗯。那你会打他？会。为什么？太。对。啊？太欠扁了。太欠扁了。好。那首先录到这边哈，再见。那个英文再见怎么讲？再见，不会。英文再见，认真一点，快点。英文呢、哦？对。不会。不会啊。不会。好，那下次再录你哦。嗯。好，拜拜。拜。哎，等一下，今天几月几号？民国几年几月几号？民国102年。101年，8月27，28，28还是27？27，27，28。什么？28还是27？28。28哈，好，拜拜哦。拜拜。开始。
洗一下，快点。你背面又看不到。一定要用标的。好了好了。上面。完了，这个还有这个卡。